多他自带一种很弱弱的属性的，就是真的我平时搞他，不是我平时，就是我平时跟他玩的时候，就比如说干嘛干嘛，他就你又欺负朵朵，噗噗。为了粉丝等了好久，你们快点！不不，做寿司的人还没有来，打你怎么了？扣钱呐、啊！朵朵不应该卖个萌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！好恶心啊！其实我觉得是红心朵，但是那是在我不了解他之前，就是不了解他这个人之前，我觉得就是看起来又呆呆的，然后又很和蔼的那种样子。然后我了解他了之后，我发现这个人有病吧。我跟你们说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陪他去买就是东西嘛，然后他路过水果摊要吃草莓，然后就他今天很兴奋，不知道为什么、草莓，然后就跑过去，然后我也跑过去，老板草莓多少钱呀、老板28块钱一斤，好贵哟，便宜点嘛、我特别我心动，你怎么了？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？我就是希望他那个被我恶心到了，然后就不想跟我说话了，然后就想给我便宜一点，然后别哭，我觉得这招蛮好用的，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台下跟台下不一样啊！我是给5块钱吧，好不好？5.5块吧，给你5块好不好？好吧，垃圾，垃圾一下，垃圾。我不会做垃圾，我不会。我想吃土豆烧排骨。你歇会儿吧。谁以为是你吃了？这玩意儿够吗？你就吃？不是我吃呢。那我们也吃吧。对呀、甜吗？你吃的多少钱呢？比那个小的番茄好吃。你就这样吃。谁说胡萝卜谁吃？我想吃。胡萝卜，西瓜，就想要了吧，宝贝儿，今天这样不错，咋就做不下去啊？但是里面只有胡萝卜，可以让它变得很粘稠，很好吃，黏糊的。你让它生吃茄子，不是你是吧？茄子生吃是不粘的，瞅我干什么凶巴巴？大哥想知道朵朵下真的那么弱瘦吗？你夸真骨，他私底下比你们看到的还要瘦，就是你知道他经常会卖萌，还要撒娇，然后就是那种听不下去的。朵朵饿了，朵朵想吃饭饭，真的很想揍他，你知道吗？每次都这样子，你都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还每次对我撒娇，真的好烦哦。不还，那是我的。不管，是我的。你睡觉吗？我你睡觉吗？把这集看完了就是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都多大把岁数了，还在这边撒娇，你恶不恶心？我没有在撒娇，我说话就是这样子的。我要吐了，等一等，我数到3，你给我睡觉。1。我还不想睡觉呢。2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在录啪啪。冯心朵啊，受气了吧啊？不是卸载了吗？不，我又安装上了。我要让观众朋友们听一下你这个24岁的大龄妇女在床上撒娇的声音啊，太恶心了！我不信，你把手机给我。我好心的想跟你说早点睡觉，没想到你却说出这样子的话。我说什么了？你真太恶心了，真的太恶心了。肯定没有在录，我在录啊！你肯定没有在录，我在录啊！我敢拿2个脑袋保证你没有在录，我在录啊！给我把这集看完就可以睡觉。不给，不给。是这样吗？啊，是这样吗？